同学可以把麦关掉了，还有我们看一看呢。好，同学，我们现在是进到去心所之概要。那心所之概要呢，就是呢，首先我们那五十二心所里面呢，有分就是这几大类哈。那么这节哈，我们就进到去图表，进行一些简单的背诵这样子了哈。OK，好，其他同学就是你把经理把麦关掉了哈。那么师傅一面读的时候哈。就请燕燕你开麦跟着读哈，这样子哈。那其他同学是关着麦来跟着读。那么这个呢，背诵是难免的，要有听，就是麦克一面哈，赶紧把台词打好的。好，来我们看一下哈，好来，就是七篇六杂。七，师傅，我跟着读吗？你跟着我读啊，七篇六杂。七篇六杂。Sorry 啊，我再读一篇哈，是三通七篇六杂。是三通七篇六杂。十四不善。十四不善。四通三贪音，四尘音。四通三贪音，四尘音。二有形一痴音，二有形一痴音。OK， 好好来，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七片这边就读，作意处受想思，应性命根。作意处受想思，以尽性明命根。作意处受想思，以尽性明命根。作意处受想思，以尽性明命根。作意处受想思，尽性明命根。作意处受想思，以尽性明命根。好，然后呢，六杂哈，寻是喜欲圣解精进。寻是喜欲圣解精进。寻是喜欲圣解，寻是喜欲圣解精进，寻是喜欲圣解精进，寻是喜欲圣解精进。然后呢，吃无惭无愧调举，吃无惭无愧调举，吃无惭无愧调举。吃无惭无愧调举，吃无惭无愧调举，吃无惭无愧调举。贪邪见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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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邪见慢。贪邪见慢，称计前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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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沉睡眠仪，昏沉睡眠仪，昏沉睡眠。昏沉睡眠仪，昏沉睡眠仪，昏沉睡眠仪。然后呢，就是啊，二十五美金所，十九空，三离二无量，一无痴。二十五美金所，三离。听不到。十九通，十九通。三离二无量，一无痴。三离二无量，一无痴。二十五美金所，十九空，三离二无量，一无痴。
25每心所，19通，三离二无量，亦无痴。25每心所，19通，三离二无量，亦无痴。25每心所，19通，三离二无量，亦无痴。好，信念惭愧贪跟终舍心，信念无忏无悔，信念忏悔无贪无嗔终舍性，信念惭愧无贪无嗔终舍性，信念忏悔无贪无嗔终舍性，信念惭愧无贪无嗔终舍性，信念惭愧无贪无嗔终舍性，信念惭愧贪无嗔，信念惭愧无贪无嗔终舍性。好，感谢同学。那今天让我们大概就读过了，我们就是考过了的范围来的。那同学今天是师傅啊，打算就是啊会在白法那边把一些资料把它补进去。然后呢过后啊，师傅因为只是这样子有点闷了、师傅会加一些一点点的一些能量运动、它是可以跟就是这一些啊可以进行结合，就是可以调整的。我们在二地啊其实有教气功也有教能量运动，主要是发现到就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经络和我们的 chakra 和我们的呼吸四者是紧密结合的。所以大体上来讲，一个人呢、他的呼吸是很散乱的话，他的 chakra 也是很微弱无力，那么他的经络有些会阻塞，然后呢过后呢他有一些就是他的身体可能某些地方也会有阻塞之类，然后过后他的呼吸本身基本上也是不顺畅的。那么一样的，当一个好的时候全部会跟着好。在我们佛教里面的方法，我们偏向就是直接从心那边下手，就是他的心啊，他调整好了，他其他就可以跟着好。这方法有些人是可以成功，那么大体上这些培训是需要禅修营的培训，那么禅修营培训的方法过呢，你早晚课就用它来调治心。所以呢，有些人呢，他方法很得力，像安波念就其中一个方法，他一调好其他全部跟着好，什么都不用做的。不过在现实上啊，就发现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会拉一些就是、气脉的东西包括气功东西拿进来做方便法门，就发现呢就是当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做好了，那么它过后它的效果会出现功效，但不是每一个人会有反应的，有些人很明显有些人不明显，那师傅把它带进来，那么就是让纯粹上课没有那么闷，那这些小技巧对你有用的话，那就恭喜你了，你就多了一个武器。那么呢师傅也会通过就是、就是一些、白法那边、进行一些补充了。那我们基本上这一边并不是跑去学术研究，随便到、别的部派没有的我们把它拉进来了。大体上白法应该比较受影响，白法是跟唯识有关，那么唯识啊，它是蛮受朔气有部的影响，有受到朔气有部的影响，那么有部呢它主要就是在阿毗昙心论那一边，所以变到呢我们呢会有啊读到一些跟在阿毗昙心论一些独特的一些心所，那这些是我们现在啊彻同底部没有的，所以会给予进行补充。好，那么呢它的不同点这些倒不会去琢磨太多，因为也是推论出来罢了。好，那么这些呢是希望同学可以更了解得到自己。好，来同学我们先看一看了。 好，那我们看一看了，这个就是补充资料的部分了。好，是以白法名门论解，是2005年了。好，那时候师父就是在寂静禅林的时候啊，有进行一些study 这样子了哈，这作业来的。那同学我们看一下哈，这一边呢就处啊，他说啊，他 extra 有一个，他说啊，
享受思等所依为业，意思就是讲了，根据白法他说啊，享运、受运、思运等，他们依处作为业啊，这个就比较独特了。所以同学啊，像在这个处心所里边，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哈，啊，处心所这边呢，哈，我们就是这里啊，处心所，来这里处心所，一般上我们就是讲就是接触这样子罢了哈。没有更多的琢磨，那这边这个是相当不错的。同学，请你打开这个部分，就加这个句子就行，好，然后旁边就写个白，这样代表白法就成了。好，同学先稍等一下哈，来，我们呢就把这边也讲满。好，第二呢，就受的部分哈，同学看一下，好，这边呢提到他受是领纳顺为俱非镜像为性，所以他说啊，你去领纳他什么？你去感受他的顺你的意思，违背你的意思，或者是没有顺也没有违逆的啊，这种违性啊，为他的特征来的啊。过呢，起欲为业，因为受之后他就会起欲的。然后能起合离非二欲故啊，他说啊，能起合离非二欲故啊，这个先不知道是啊，欲是指爱来的哈，是起爱为业哈。好，来，同学可以抄一抄这两个句子，在欲跟受那一边呢。好，好了，同学，我们再继续下看呢，就是想的部分呢，哈，好，想这边他说啊，想之与境取相为性啊，与境取相哈，所以他讲在境那边来进行取相哈，那我们看一看了哈，啊，这边想啊，与境取相，这边呢就是体会目标的品质，所以同学看到没有？那比较起来的话哈，这个与境取相是蛮漂亮的。然后施设种种名缘为业，他说他施设种种名缘，所以呢，这施设种种名缘呢，其实跟这个哈、就是所谓的他没有就是印记啊，意思是一样的，不过是有更漂亮的词句来进行表达哈、然后这个是想，不过呢，在婆沙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句子，他说啊，受能发起爱真根本。想能发起见真根本呢、同学就是基本上什么是爱真跟见真哦，婆沙这个完整的句子是讲哦，基本上啊，在家居士爱真比较多，出家人啊是见真比较多，因为在很古代的时候哈、出家中完全是没有拿钱的 ，OK， 那他去托钵吃东西，吃完过东西也没有了他了，就要舍掉。随便到啊，他们会有争分，都是跟意见有关，就说啊，这个是佛说不佛说，这是非佛说非佛说，那种这样子的定义或者佛如何定义、那么爱真的话呢，会居士比较多的，因为居士有接触到钱财啊，然后过后呢，从钱财那边延伸到种种的物质啊，随便到爱真的话、就是居士居多。那这个爱真从哪里来？就跟受运有关。因为你有感受、你爱上一个东西有感受，所以是和这它有关系的。那么见证的部分、
就是出家众为主。那见者是跟什么？跟想运有关。嗯，你如何定义一件事情，如何看待一件事情啊，所以就不同。啊，同学再看一下，这边还有过这个想啊，想就没什么了，就大体上跟一样哈。那同学就在想这一边呢，就写一写施舍种种名缘，还有在加多这一个就是婆沙的这一句了。啊，所以的同学你可能会有感觉，有时有感觉到其实啊，原来中国的古文啊真的是可以把蛮多意思浓缩起来，而且相当强的一个语言。这样有感觉到的举手，我看得到你们的，你有感觉到你可以举手。道俊了哈，啊，还有啊，哎我们有整四五位被欣赏哈，所以同学就是当然这个可以送给你们了，但是师父希望你抄更有一点点印象，你不用抄多抄主要的名词就行了的了。OK， 同学你抄了你就举一下手了。 OK， 好，就请 Zoom 举手了，过半我就继续了的了，请 Zoom 举手了，差不多 OK 我就进行了。所以同学你不是参加书法比赛，不要写得太漂亮啊。OK， 好的，感谢同学。来，我们就去了。阿信法师刚才瘦的部分好像没有抄完，瘦没有抄完。 好的，一下哈。 OK， 好，这里瘦嘛，就是起欲为业了，同学。那么呢，这个也漂亮，如果你要抄也是行。顺，你看领纳，顺为句，非镜像为心，看到吗？哦，不过有时断句还蛮难下的哈。领受，顺，领纳，顺为句，句非哈，镜像为心这样子哈。欲为业哈。正阳啊，你们那个年代的古文哦，会比师父那个年代强还是比较差哈？正阳啊，师父你那个年代我不懂怎么样，可是我想我们这个年代应该比较容易一点吧？哦，这样好，我猜了应该会比较容易一点。那在小你十岁、二十岁会越来越容易吗？我没有注意看他们最近的古文是读什么啦，可是我觉得应该读的东西差不多一样。可是他们能翻译古文的能力我不晓得，可能也比较弱，因为大家在阅读这个方面也比较少。这样好， 我猜测，因为我们在佛经全部是古文来的，所以我一定要问一问了，你在跑教育，所以我要问一问，不然的话以后全部要把它变成白话文这样子了。 OK， 好的，来我们再继续看了，同学。 OK， 好的，那么我们再看就一静心了。 好，同学静心这边主要是有什么独特的？你看同学，智一为业，他说啊，三摩地者哈，此云等词，他说就是叫等词的意思，给予所观境，令心专注，不散为性。同学看到吗？不散为性，在所缘境里面呢，你专注不散开，作为它的性质，智一为业。所以他讲啊，必须要有智慧依靠它作为业，看到吗？哦，所以呢，你必须要有它。智慧才可以开得到，这样说哈。具得是等下未得是具非境中，由定令心专注不散。你问了什么缘故？他说啊，定啊哈，令到心专注不散，
医师便有决定制，所以看到依着他，你就可以产生决定制。他说所欲住啊，即便能住，看到吗？哦，你要停留在哪里就在哪里，这漂亮了这个哈。所以同学请抄一抄，就是自依为业，还有就是所欲住，即便能住，这个漂亮这个句子哈。可能呢读太过多白话文的社论哈。好，能看到这个古文觉得哇更喜欢了，真的是好。好，同学抄好了就是我们表态一下哈。道具你们的文言文呢跟师傅那个年代比是更强，对不对哈？道具跟敬语哈，是吗哈？是的，应该是啦。是啊，我那么自己更有信心哦。啊，不过什么东西哈？我们那个时候的课本的确是比较深的，不过有时候老师在教学的时候没有把所有课本里面的都教完。所以呢我们因为我不是考那个中国文学的，我只是中文罢了，不是中国文学，而且我 Form 6没有读中文，如果 Form 6读中文读中国文学的话呢就会掌握的比较好，那我算是我同辈里面比较好的那个了，也因为有看佛书的关系，所以呢都会比较好，可是真正去看古文哦，最近我在看英顺导师的这本《我之宗教观》哦，那里面有很多他在对比儒家思想的部分哦，我发现到说，我一直以为我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思想是很不错的，我看了导师这本《我之宗教观》，他对比这个儒家思想的时候，我才发现到说，原来我还是很差很烂的，所以我最近有萌起这个念头哦，看有时有开班这个文言文的班的话，我要去恶补进修才可以，要不然要看深一点 的这个佛经的话，大概就摸没有门路了。谢谢。好了，同学，接着下来关于这个易经性呢，我们可以有做个小测验，做个小游戏。好来，同学现在要你们做一件事情。好，同学现在是不是要你尝试大概静坐大概一分钟就好了。同学你有方法呢，你把眼睛关着就可以开始用你的方法，你没方法的话你就什么都不用做哦。好，你可以开始了，把眼睛关起来直到师父叫你为止哦，大概一分钟多这样啊。好，同学可以把眼睛睁开。好，那现在师父呢教同学做一个简单的运动哈，然后呢运动过后你再做腿一分钟，看看他有没有明确的改进哈。好来，同学，这个运动是这样的，同学首先你把你的右手伸出来，右手伸出来往后转，
OK 哦，好，同学把你的左手踏在你的右手上面。OK 好，踏在上面，还在转进来。所以你必须要转到这样才是对的，感觉有两个手是有交叉到才对哈。好，交叉过来之后，同学进行四次深呼吸哈，越深越好。来，开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好，来，同学可以放下手来。好，接下来你还要再做一个动作哈，这个叫 Wing Cook Pose 哈。来，同学，你看看师傅的脚，你先把你的左脚翘上来，看到没有？同学，左脚翘上来，翘到右脚的上面。OK， 有看到镜头哈，看师傅这边。同学，过来用左手按着你的脚板正中央，同学，脚板按着脚板正中央，左手按脚板正中央，右手抓着左脚的脚趾 ，OK 好。过后呢，同学，你看你的手也是看到有个交叉的样子就正确，往前拉一点点，同学，往前拉，往上拉一点点 ，OK 好。好，过后呢，一样。四次深呼吸，开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好，接下来同学我们换脚，同学把你的右脚放上左脚上。左大腿上 ，OK 好，有看到荧幕好，好，同学把右手掌按着左脚板的正中央，然后把左手按着你的左脚的脚趾，所以呢，同学你留意你的手，你的手会有个交叉的模样，就正确了的了。然后过后呢，同学我们一样就进行四次深呼吸，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好，同学可以放下腿，你可以现在继续禅修一分钟，直到叫你为止，开始。好，同学可以把眼睛睁开。来，同学 ，OK， 那你感受一下哈、它的区别。第一就是之前跟之后的一分钟多效果一样。第二呢，你会发现就是
第二次的好过第一次，来给同学选选。所以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大差别的，举手一下，你觉得差别不大的，哎，差不多一样的。OK 没有？所以感觉你第二次好过第一次的，请举手。第二次好过第一次，啊，看到吗？啊，不少人举手，哎，过半了哈。好的，同学可以放下来哈。OK 好，那关于举手的同学是为什么你会做得比较好哦？它有原因的，它原因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的能量哈已经被进行交叉了啊。它这个是要你学气功能量才知道。大体上啊，像你们呢、啊、刚刚下班回来呀、啊，来上课赶着来呀、啊，你的能量啊一定是打直跑的。那这个是我们一般肉眼看不到，要独特的人才看得到，它是打直跑，这是一个不健康的能量来的。那么刚刚我们做的那些交叉是，我们是用 manual 的方式，我们逼我们的能量跨八字、啊、不断的逼它跨八字，所以当它八字跨了之后，对不对、啊、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而产生静态、啊、它原理就是这样罢了、哦、所以同学、啊、这个呢你可以多试几次的，因为我们要科学一点嘛、哦啊、只要你感觉到哎，你心好像有点乱了、哦、你 就这样子做一做，哎，它可以平息下来的话，就证明它有效，就这样子罢了、哦、那么这一招是除了我们、啊、哎，这样子用有效，包括小孩子也是、哦、像就是正阳有小孩啊，还有就是中间有小孩，你觉得你孩子很善了对不对、啊、你就叫他画八字，同学画这个打横的八字、哦打横的八字、啊、让他画一段大概三到五分钟这样，你去留意一下他的专注能力会增强，因为一样就是把能量跨了八字之后，对不对，他会让心达到平静、啊、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些经验来的。那么这边呢也可以延伸到就是一种烦恼，同学啊有时候啊像比方是说贪和嗔，比方是说啊你在公司上班有人冤赖了你，又或者是说哎哎呀发了一个脾气、哦、他老是行一下虽然有些慈心观不完全可以静下来，对不对？好，那么呢这一个呢它会影响你睡眠品质，我们也是可以用回这个能量交叉的方式来给你自己平静，如何呢？来同学看一看，它方法是这样的、哦、那我们这里是不是就那个手就放一放这样子 OK 好、啊、就是接一个这样子头、哦、你们看一下，那我们的手会画八字，同学当我们画八字的时候，你的眼睛、哦、跟着你那个八字跑，同学那个八字是 infinity 来的打横的八字、哦、同学你的手一面画，你眼睛看着它、啊、你眼睛看着它、啊、同学头不要动，眼球跟着它跑、啊、眼球跟着它跑、啊、就眼球跟着就好了、啊、打横的八字 infinity、啊、就是这样、啊、OK 好，同学可以、嗯、放下手了、嗯OK， 好，同学，这一个是待会你可以就试了的了。如果是你觉得，哎呀，今天发生一些事情，好，哎，让你的心没有办法完全的平静下来，你就这样子做它三分钟，也可以试试看，啊，有没有见效？这就是用能量跨八字的方式来让我们达到内心的平定。OK， 好，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好，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啊？这小技巧有没有什么问题？清楚吧？好，不会太难，好 ，OK， 好。好的，来同学，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上白法了。好，来我们看一看同学。好，然后呢这边呢还有一些是下到来六杂，我们看一看。好，然后呢也有圣解，我们要补充，我们看一下。他圣解讲啊，于决定境啊，应慈为性。他说啊确定的 境界是你可以应慈，你可以坚持它。不可盈转为业、啊、不去就是不可盈转，应该不改变、哦、他说为什么呢？邪正等教理正，利于所取境，审觉应此由此意愿，不能盈转故、哦、而若由于境啊，圣解全无，圣即是解、啊、这一句是最好明白，就是说如果你有犹豫的话、哦、那么就圣解就没有掉完了啦，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引转是引诱改转，所以他讲了哈，不管是邪也好，或者是正的教理哈，不管是哈正邪各种的教理理论来哈，利于所取境，就对于你的所取境哈，他说啊，
审决，因此由此意愿、哦、就是决定了、哦、你要移这个所缘，你确定了这个所缘、哦、不能引转故，就不能够得到引诱改转。所以这个就是讲了、哦、你对佛法、哦、是很有信心坚定不移的话，你不会改变。所以这个就是圣解的意思了。好、哦、好，来同学我们再看下一句、哦、下一句精进里面的讲了、啊，缘精进者啊，于善恶品修断事中啊，对善的恶的里面修断事，永悍为性。同学看到吗？好啊，这跟、个、我们社论讲的就是奋斗精进的，对之懈怠满业，满善为业。他说就是专门可以对治得到懈怠哈、哦、满善为业，可以对治得到懈怠，然后呢圆满善法。作业力，这个就是精进的那个用意哈、哦，对这道懈怠哈、哦。那么呢，它比较独特，就是有一个满善这两个字出现哈、哦。来，我们把它看完它哈、哦，同学看一下哈、哦。它在这边是 OK 好，我看让同学先抄一抄了。来，同学，你在圣解那边可以再加多这一个句子了啊、哦。不能引转故哈、哦，对于教理的部分，然后呢这一边就是加多一个就是。对治懈怠满善为业、哦、这跟精进有关，来同学可以抄一抄了哈。啊，同学好聊的，请 Zoom 举手表态哈。OK， 四位举手，看其他的样子就是已经好了的啦。好，好，来我们再啊 ，Yes， 我不大明白这个利益所起经审决，因此有此意愿了，不大明白这。OK， 他这样解释哈 ，OK， 利益所起经，意思就是讲啊哈。你就是着力于哈、哦、所取的境，所取的境就是你所缘的对象，比如说你缘的是邪的或者是正的，这个就是所取境。力语就是你会强而有力的对于所取的境，然后呢就是审决应持啊哈、哦，那么由此一缘，所以呢你会审决决定哈、哦，你会决定坚持，应持可以说是坚持，坚持由此一缘。就是坚持这一个意缘，这个不一样的缘，不能引转故，不能够引诱改转，这样子了。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呢，对于邪正的教理、哦、
你一旦呢，你就是立语，就是已经决定了啊，要坚持哪一个的话，那么就不会改转的意思了啊。那中节如果是遇到啊，这些这些这样的字啊，有时蛮难理解的话，是师傅给建议啊，就是找一部字典，那这部字典是蛮好用的哈，同学。啊，所以来啊，就是这一部哈，新增国语词典哈，就是这一部来的哈，啊，教育部重订的哈，啊，就是这一个哈。那举个例子哦，所以同学，尤其是这些读不懂是，你一定要搞清楚是查佛学字典还是查中文词典的哈。那我们举个例子，这边呢，他说，哎，审决应词有此意愿，对不对？这个意愿猜就猜得到哈，啊，它有审决哈，来，我们就试试查这个审决看了哈，啊，所以我们就查审决哈。啊，有了，啊，看到吗呢？审查裁决，看到吗？你裁决他。各位同学记得看例句哦，例句啊，他讲只带元首人来，即便裁决。过后呢，你会发现，哎，元首人来，哎，什么是元首人来呢？又不知道，又要再去查。结果呢，本来是一个问题，然后越查就越多问题。啊，不只是这样啊，同学，你读唯识啊，经常都是这样的。你会发现越读就越多问题的，因为全部东西你都不懂了，你知道吗？好，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会有一点点就是不会太过跟追跟的太厉害，因为追跟的太厉害根本没有办法前进，所以同学可以理解嘛。那这部字典对同学很大的帮助。然后呢，除了看这个些以外，同学是你要懂一点点 grammar 了，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文法的部分，其实中文是有文法的，看一下哈，啊，比方说这个绝字哈，应该就有很多。同学，你看呢，啊，这个绝哈，那我们按一按这个绝哈，啊，同学你看啊，它会有动词，动词就是这些呢，啊，判断、判定、判决是属于动词来的。OK 好，那么这里没有名词了哈。通常有些字哈，又是动词又是名词，所以同学你必须要可以搞懂它是哪一个来的啊。所以呢，以前我们英文学的 grammar 就大派用场啊。那这些我们中文的这种文法，以前我们没有学的，不过近代的孩子哈都有学，这样的话他就知道这个字是在什么情况哦。中文基本上哈，中文不像英文，英文尾巴会变的哦，有加 ed 呀，有加 ing 来显示它的时间性，中文是没有的，也没有 singular， 也没有 plural， 哈哈所以就这个缘故哈，不过我们熟悉中文，所以呢，不难摸索哈。OK， 好，来这个就是这样来解它了哈。好，过后我们再看一下，就金同学抄了。他在白法里面呢，有专门呢处理懈怠跟放逸。同学，你看呢，懈怠是指什么？他说啊，于善恶品修断事中，懒惰为性，能障精进，真染为业。所以他讲懈怠是啊，于好的和坏的修断事中，懒惰为性，你都很懒了，啊，然后能障精进，障碍你的精进，真染为业啊，染就是指你的烦恼了。会增加你的烦恼的，这就是个懈怠的表现来的。好，然后呢，放逸是什么？他说啊，与染净品啊，就是说染的和净的这两个项目里边啊，不能防修，你不能够去防它。同学，你看呢，它这个中文厉害的地方，你不能够防染，然后你不能够修净，看到吗？啊，所以它是染净品。不能防染防修，重荡为性，或者只是放任你自己罢了。所以他说他可以障不放逸者，不放逸是另外一个心所。他说真恶损善属于为业，恶会增加，然后损善啊。所以呢，当你啊，就说好，不去防染，然后呢不去修净啊，同学你这个叫放逸来的。那么什么是懈怠呢？就是，啊，你懒得去修。
同学看到没有啊？这个有点不一样的，一个你懒得啊，懒得去修它；一个你懒，一个就是你就是啊，坏都不防，好都不修，这个你就是属于放逸来的。所以我们讲你很放逸，就指你不够积极，也跟懒有点像了。OK， 好，好，同学可以就抄一抄这两者了。好，所以在懈怠这部分呢，哈，同学在精进下面就加一加哈，懈怠哈就是这个句子了哈，然后放逸就加这个句子，这样哈，还蛮不错的哈。师父，请问这个是精进啊？这个啊，不是，就在精进那一边写这个啊。对，就靠近精进那边加这个内容了，这样子啊。好，同学都抄了哈。好 ，OK， 好。然后我们呢，哈，因为师父有办很多课程嘛，通常遇到佛友就说，哎，如果你不参加课程哈，那我们有个佛友，他第一个反应跟师父讲，哎呀，师父，我好懒啊，这样啊。请问，如果他这样子来回答你的话，你会如何来回应他呢？你会 suggest 他什么？当然讲，哎呦，师父我很懒哦，你应该如何来 suggest 他？来，同学。你开麦就可以讲了，开麦就可以讲了。你认为懒的原因是什么？你一定是从你的角度来出发的。来，细真呢？你认为懒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佛法没有兴趣。没有兴趣。Okay。 文江啊，可能还没有真正知道，就是佛法的那个重要性吧。重要性没有啊，这个人曾经，哎呀，曾经佛学考试拿第一名的，哎呦，我知道重要性的哦，对，还有什么缘故我们可以去帮到这个人？当他说，哎呀，我懒了这样，我们现在谈到懒了哈。凯森呢，你会怎么回答他哈？一时想不到。你问我。你问笑到这样应该是大有文章的啊，你将来回应他啊，讲你一个人的力量一定是很懒的，如果现在有一班人跟你一起上课不会懒的。不错哦，哎呀，这个就是一个很无解的题来的。你叫他来，你来，我跟他讲你来嘛，他讲我很懒的，那你继续跟他说来吧，一大班人都会懒的了。哎呀，对，我懒得去参与你那一帮人，所以我就懒了。啊，我这讲会不会有试过蛮多次了？就是，你来试一次啊，然后
然后如果叫得到的话，就他会就会继续哦，这样哦。啊，是有意思了。有时候我们这样看的，第一就是工作被他会劳累，因为的确的啊，蛮多有些工作完了啊，哇，他很累的，累到他都不想哦，啊，就是提不起劲来学的这样子哦。啊，有时候因为你们刚下班，过又吃了一顿饭了哦，哇，他有时候会倦怠的。嗯，其实谁有吃回到来哦，就是因为我们上个时间都是吃饱饭，然后下班后有开，其实你都常会有出现这种倦怠感，那你就是支撑下去的。举手一下，也是有这种的啊。钟杰，你看还蛮多的嘞。所以啊，同学，你们这班人啊，意志力超强嘞。哦，我看我们那个朋友就是少了你们这个意志力，所以他就自己跟我讲，师傅，我懒了，他就把我打发掉了了哦。所以同学，这些有客观因素在里面，你们应该是。那你们是怎么样来克服这个倦怠的嘞啊？来来，再举一次手，刚刚有倦怠感的，再举手一下啊！刚刚吃饱之后都有倦怠的。OK， 来啊，珊珊，你是什么？怎么来克服这个倦怠感？什么原因嘞？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参与其他佛学的一些组织嘛，那就不想说每次回答问题的时候都输了一等这样子。所以就在这边要精进一点，去了解一些很多的知识，然后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比较得心应手。哦，有蛮明确的动机的嘞，你动机蛮明确是啊。OK， 元稹呢啊，为什么你愿意克服这一个这样的懈怠来去上课啊？因为互相鼓励啊，我们两位。是啊，哦，这样看来你们两个，所以一个懒的话，另外就跟他讲，哎呀，上课啦，上课啦。因为你也是按一按 button 罢了，不过你没有心的话，那个 button 也懒得按的了哈。了解，对，看来就是你们两个互相鼓励这样子了哈。他明白，静怡呢是什么缘故愿意克服这个懈怠、这个倦怠感来继续上课啊？不过我是觉得，是很难得了。所以我是觉得是，虽然有时候真的是很累，也尽量咯。了解了解，能吸收多少就多少。对啊，所以呢，最多就不要复述，但是人尽量的来哦。我了解了，所以同学就是你们有明确的动机。我看我们那个佛友就少了个动机，就变到借口多多，应该是这样了，哦，他们有一个很强有力，哦，你觉得难得嘛，他又觉得就是，哦，要知识要够，哦，小同学看到没有啊？你们，大家都是可以克服到这个倦怠感，可以克服得了，所以都是，相当独特，你这个动机一定有强力，哦，才让你克服得了的，哦，好，感谢各位同学，哦，好，来同学我们再接下往下看呢，好，哦，接下来就来到欲这个欲，好，欲这边他讲啊，欲所乐尽啊，希望为性，情依为业啊。同学这边呢，他也是专门只谈所乐尽罢了，看到吗？希望为性，然后情依为业，这个呢，我们经常讲啊，欲后面就是跟精进有关，所以呢，情依为业就交代了。不过这个是他专门强调所乐尽。是比较独特的，在白法这边哈，与所乐尽，希望为性这样子哈，就是你希望在对那个乐尽里面呢，你希望它可以产生那个所乐尽，然后过后你会很勤劳依着它。所以同学这一个啊欲啊蛮有意思，就是基本上啊也是因为要所乐尽，我们才可以产生到欲的，没有所乐尽，你不产生不到欲。所以同学现在你们全部啊应该都有所乐尽，在这个佛学班对你有所乐尽，不然你没有那个欲的，没有那个欲，后面那些精进全部都不用谈了，它反而是懈怠来的，哦啊，其实像你们那么累，哦，其实开一开啊，随便开个电视剧啊也是很好过嘛，对不对，哦，一些很废的那些跟他笑，哦啊，但是啊，哦，却愿意选这个佛学，哦，好，所以它很独特，有提到所乐尽。好，过后我们再看吃。好，这边来讲，无明者于诸理事迷暗为性。同学你看，啊，这个在中国啊，古文经常会用
对理跟对事的，好，什么是理跟什么是事，好，来我们就可以试试看用我们那个字典了，好 OK， 做个示范了，好，显示它 OK， 于理于事，好，同学们可以其实可以试试看，你就找理跟事，好，因为这个啊，我们常讲的理无碍，理事无碍啊，这边就理事，好，看看啊。好，理事事义哈，第一自事处理事物肯定不是啊，本体或现象，同学找到了吗？因为这边出现华严经啊，本体跟现象就是指理跟事的定义啦。那我们看他讲，经与事指相融成立，一多无碍，于中理事各个不同，或一或多，各住各位，各住各位，各名义，多相融不同门哈。经与师子哈，我看一下写呢，经与师子，那就说应该是这样子讲哈，由经挑刻出来的师子，对不对？它两个是相融的。那么呢，经本身就是它的理来的，就是它的本体来的。那么呢，它的师子啊，是它的现象，它的外形来的啊，所以就这样给理解得了了啊。所以同学这里呢，你就可以啊。我们这边就可以理解哈，所以呢，这个理就本体，事就是现象，迷暗为性，你都是迷暗的，好啊，痴有啊，这个同学可以了解，能障无痴，看到吗？它能障那个就是德尔巴雷的另外一个来的，一切杂染所以为业，看到吗？他说啊，全部的杂染啊，都以这个痴作为业啊，所以这个也是蛮漂亮的词句哈。好了，同学，这个欲啊，请写一写哈，欲所乐尽啊，哈，希望为性啊，可以抄这一句。然后这个词的话呢，就可以加这个古文的哈，于诸理事迷暗为性，这样子啦，同学可以抄一抄。啊，操，就行按 zoom 了，好。师傅，为什么欲是于所乐尽呢？为什么于所乐尽啊？哦，我班上啊，对一个东西可以产生欲哈，都是对所乐尽比较容易产生欲的。你喜欢那个东西才会有欲啊，啊，才会产生欲求啊。你不喜乐的东西比较难产生欲求，所以它就于所乐尽了。嗯，并不是说。于所苦尽，不是苦尽，反正是乐尽啊。它不可以是舍尽吗？很少人对舍尽产生欲的，怎么会有人对一个不乐而不喜不乐的东西产生欲求呢？你会去欲求的东西，比如说 OK， 今天吃晚餐哦，你都去找你喜欢吃的东西来吃吗？嗯，然后这个佛法应该你有一些乐受，你才来参与啊，有个动机，有个乐受才参与嘛。如果这个佛法班或者那个食物治疗。没有快乐，没有悲伤，没有喜也没有没有喜也没有忧的，这个多数人不会选这样的东西的，啊，所以所乐尽产生欲是合理的啦，啊，所以在这边白法明门论的欲呢，就是偏向于所乐尽哦，但是如果在阿毗达摩的欲，它就不一定哦，它就没有限制于所乐尽，因为它只是指它只是欲行动而已啊，它。看他的那个看他的这个欲心所是跟三心或者是不三心配合啊，对对对，所以呢他这个啊他归类就不同了，所以在啊这个白法明门类，对不对，这个欲啊基本上白法的归类法哦，跟社论本来都不一样的啊，他的归类法本来都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他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了
所以呢，大体上这个月是这样的，其实也跟锁了经有关，中间也讲得通。什么缘故呢？你看呢，比方说我们讲色根的欲，对不对？欲会产生在哪里？贪心所容易产生欲，对吧？对不对？因为呢，贪心所有喜的感受嘛。那么善心也是有喜的，禅修啊、布施啊，也是有喜的，所以他欲也会跟他妈在一起的。所以其实啊，用锁了经哦，也还是蛮客观的，对不对？你的欲求啊，都是跟两边啊，通常跟贪或者是跟就是有喜受的啊，不管是三法二法，你的欲就容易跟到他了，对不对？先啊，你很少说啊，你生气个东西，然后产生个欲，这样也有可能的哈。就是我很生气哈，我要报复，所以其实也有欲在里边都有，但是就是它比较容易哈，相应的哈，依然是跟就是乐受有关。就这个乐受我们看的是喜受哦，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善法恶法都有喜受的，他就欲容易跟他们在一起了，容易进一步产生欲求了，就是你会要越要越多，所以善法产生乐受你会 越要越多，那么恶法产生乐受你也会越要越多，是蛮合理的。其实啊，你要再继续增加的啊。好，来同学我们再继续看了哈。 OK， 来我们再看一看下面了哈。Okay， 同学就抄了、哦、好，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叫不正知者、哦、他说、啊、于所观境、啊哦、谬解为性，能障正知，毁犯了业、啊、同学这个呢是额外出来、哦、是别在无明的下面。他说对于所观的境、啊、谬解为性，谬、啊、是错误的理解、哦、所以他跟无明蛮像的，障的能够障正知，毁犯五业，就是 会以为这个不正直而进行毁犯、哦、这一个呢我看一下先、啊、看他说、啊、毁犯业者、啊、不正直者多毁犯故，使法或云会一分事，他说由会、啊、所事是烦恼相应会故，而或云吃一分事、哦、这个同学这个不差没有关系，这个就是、不独特好、哦。来，同学，我们看一下无常。无常哈，好，无常这边呢说，不顾自法，轻聚贤善为性。然后呢，他讲啊，不顾自跟法，看到吗？就是对于自己你不顾，对于佛法也不顾啊。然后他说啊，轻聚贤善为性，你对于啊，就是圣人呐、啊，那对于善良啊，哈，这些你轻聚，你抗拒。所以呢，一般上无常的人是，这个是可以补充得到摄论哦。你看到没有？因为要无常者是，包括是对于自己不顾自己的尊严，然后呢，对佛法也不理。虽然你学了佛，你也不理，所以呢，过后呢，你本身有这样的独特，所以呢，就可以呀、啊，生长恶行为业，你就可以生长恶行了哈、哦。这用词有点不同哈、哦，也可以说有点靠近哈、哦。他说原不顾者、哦、唯与自法无所顾、啊、对于自己跟佛法你都不顾、哦、轻聚贤善不耻过、啊、同学有 repeat 看到吗？ 你会产生不耻过，对于过你不耻，因为你轻聚贤善的缘故。那对像对我们对于贤跟贤善、啊哦、我们都对于善法我们都是很尊崇的话、哦、我们对于恶我们就会为耻了。然后我们看一下无愧、哦、无愧是不顾世间，从众报恶为性，看到吗？不顾世间，从众报恶为性。那这个就世间就是舆论了，你不顾别人如何看你、哦、然后呢，从众报恶为性，你对于这些报恶、啊、你反而是喜欢他、哦、你尊崇他。然后呢，能障碍愧、哦、生长恶行为业，看到吗？生长恶行，会长恶行。所以他说唯与世间无所顾者，不耻过非、啊、对于过非产生不耻、啊、所以他这一边呢并没有产生说恐惧、啊、但是他都有表达到、啊、这个无惭无愧。所以同学你看、啊、同学如果你有稍微留意看新闻、啊、多数那些、啊、就是被提供上法庭、啊、他们都会把脸遮下来的、啊、多数人都会把脸遮下来，用布啊用衣服遮、啊，所以意思啊，这个也显示就是说、哦、一些人他犯罪可能没有人看到时候啊，他是明目张胆的。 OK， 那现在进行审讯了，
那这个审讯不代表他是一定定罪了的，即使是被媒体拍到，媒体也会把他打马赛克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人到了那个情况会尽量把自己遮下来，因为就是有羞耻的感觉。所以呢，其实就是说他们这个行动啊，不多不少啊，也是有所谓这边的你对于贤善你本身你就是说你对贤善你会有心又维护这个贤善，你还是会怕舆论讲你的，随便到你会啊有一些这样子的举动啊。反正有一些师父你遇到他完全不怕的，你不拍浪，你拍浪我都无所谓了啊，那种就属于无愧者了啊，这种叫无惭无愧他就容易产生，就是就产生无惭无愧的话，他对贤善了他也轻虚，他也排斥在外。那么对于报恶他也尊崇，他就会展现那种不怕舆论的特质了的。好，同学，我们再看一看现在就是同学有没有留意到一单个案呢？就是法国有两个法国人被砍掉头就是跟那个 Charlie Hebdo 有关。有留意这个新闻的举手一下，有留意的吗？才两三个，不到一半这个蛮严重下了。因为那个 Charlie Hebdo 它是一个 magazine 我不要把它谷歌出来，因为它真的是对于宗教可以说是非常不尊重的。它对于他们的那比穆罕默德的描写甚至性用性来描写，用性来讥讽连教宗也有听说佛教也有，我没有看到他讽刺佛教的那你看了你都是感觉哇很无理他们呢就是界限开始的时候法国的总统也说我们是言论自由的，我维护言论自由的，那么他这个维护言论自由而不顾对方他的内容是什么结果现在很多人回教的地方的国家哇都在谩骂甚至是把做个假人把它吊起来或者是把法国总统的相片放在马路上大家捏着过反正回教都是这样。后来他今天就改口，他说我遵从言论自由，但是我不支持漫画里面的内容他才改口，之前没有的。他说无论什么我们都是遵从言论自由，讽刺是法国人的文化，他这样子讲，所以说这个讽刺就等同言论自由，可以任你讽刺的他有这样结果呢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情形了所以呢就是像他们这些这样子他对于这些这样子的贤善他完全是没有尊敬的，所以这类型的人他们修行是相当困难的，就是你没有惭愧心你没有惭愧心，因为你对圣人你都不尊崇的。他们老外不只是圣人没有尊崇对于长辈也不大尊崇的，所以常常你看到他们你看到吗？一般是儿子叫爸爸的名字，对不对他不叫法德，他叫 John， 他爸爸叫 John， 那他的祖父叫 Mike， 他就叫 Mike 这样我们呢就不行我们觉得你这个东西这个尊重没你这个情绪贤善没也算是惭愧心一部分你没的话你的界限会变得很恐怖的。所以呢常常我们感觉到那些鬼佬都是好像没大没小只要我有理我哪里管你是爸爸妈妈这样。不过他的文化也是独特塑造到就是如果你打你的儿女他就可以报警了的了。所以呢在我们这边我问你们呢谁不能够忍受你的儿女报警抓你的，你不能够忍受的举手一下，你觉得不能够忍受。一位两位三位开始举手了。没有举手 ，OK， 来放下来 ，OK， 不能你可以忍受的举手看看你谁有什么独特的思维模式嘛？你可以忍受你儿女报警抓你的有没有？没了所以同学看到吗？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我们东方人的想法还是比较有这个界限就跟西方人不一样了的了。像我们呢如果是长辈像我们呢是开支位对不对刚好我们有个长辈在就金龙山他们呢也是用本来用开的嘛，但是因为他们呢刚好文通法师的一个师父也是开嘛他们就不能够用开，全部要用长，你一定要避开，因为对长辈尊敬古代当他们读到孔子的时候，他马上会站起来和长一下，才坐下来继续读的。一读到有孔子，他就站起来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东方人的这份尊敬哈、哦，会跟呢就是这个惭愧哈、哦，比较容易结合得到。所以就这个缘故，他们洋人都会很开放，他们的羞耻心是差一些的，我感觉上啊、哦，就是性开放会哇，他们是已经超越很多，所以这个也是和这一个全部哈、哦、会息息相关得到的。如果是进一步分析了哈、哦，好来，同学可以加一加这个哈、哦，就是关于这个无惭无愧这边可以加这个不顾自法，轻居显山，然后呢无愧就不顾世间，从众报恶了，好，可以加这两句就更完善了。在惭愧心所那边的无惭无愧那边的，三位好，两位好了。啊，立文不要超过头啊。我看你抄得很用功啊，不要抄过头啊，立文啊。那个是画线的是吗？啊，是画线，我是不是比画线还要少一些哈？啊，就几个字。好，同学，我问问你们了，你们有没有个经验，就是当你啊在造恶事的时候、因为有时你会、因为不善法也是有喜的嘛，对不对？就是你的惭愧心最差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经验？你有没有发现有时我们修行、惭愧心最弱的时候，就是恶法笼罩你的时候，然后呢不无惭无愧、无惭无愧出现的时候，就是你恶法笼罩你的时候，然后惭愧心一有的时候，你的善法又开始增强了。有吗？有这个经验吗，同学？好像我们在减肥也是这样的、减肥的人是因为，也是说减肥的人一般上我们都免个那种薯片啊，这种 ice cream 都会免的。但是有时啊，你会一念无明啊，随便到你会想去吃这个东西的哦。哦，它其实有时候它出现了、也是无因无缘的，就是那时候啊，突然无惭无愧啊，掀起哦，变到你想去找这些东西来吃。然后过完了当你跑掉了，是你又再抓自己回来的时候，就表示你惭愧心又强大的时候，所以我们修行啊惭愧心越强啊你就经常不会跑掉的，你常常都会在那个 right track 那一边呢所以这些呢，同学你看他轻居贤善啊，简单来讲就是有惭有愧的人，就是啊，他对于善法跟贤圣哦，经常。产生崇敬之心，就像你们这样，你们喜欢听佛法哦，这种啊，你们的惭愧心一定强过懒不愿意听的人的，
一定的。然后过后呢，就是这个世间也是，你其实有时候你害怕世间的言论哈、哦，你更可以就是有防范的功效哈、哦。如果是什么人讲什么都完全不管不怕的哈、哦，那个才可怕的其实哈、哦。好，来我们接下来再看了哈、哦。过呢就吊举了哈，那这吊举就没有什么特别哈啊。吊举他讲了，读的就是能藏行舍，什么他为业，看到吗？啊，能藏行舍，什么他为业，就是吊举啊，藏掉你的行舍，让你没有办法产生行舍，然后呢，也可以藏你的奢摩他啊，作为他的业用哈。好了，这个业到底是什么呢？比较漂亮的用词哈，来同学看一下哈，以此为业哈，查一查哈，业 ，OK， 以此为业啊，同学看啊，名词哈 ，OK， 居家 ，OK， 农业，学习过程，产业，功绩，佛教用语阿卡玛，有意志的行为。身口意三业啊，应该是这个来的了啊，为业就是为身口意三业，是这个了。好，好了，我们看一下哈，小同学这个比较独特的就是在这里啊，同学看到吗？能藏行舍，这个我们之前呢没有提到，吊举可以藏行舍的啊，所以这个摆法蛮独特哈。然后过呢，它还有一个是散乱，同学看这散乱，他说啊。令心流荡为心，能藏镇定，恶业所依为业。所以他说啊，散乱这个我们是没有的。他说啊，令你的心流荡哈、哦，然后呢就是障碍你的镇定，恶慧所依为业。所以恶慧啊，都是依在散乱。所以同学很蛮好的，你看他说啊，原恶慧所依者，为散乱者发恶慧啊。所以呢，你的心散乱的话，恶慧容易可以发出来了。什么是恶慧呢？恶慧应该就是类似邪见，你心散乱的人容易产生邪见。那不过基本上散乱的人呢，更容易就是可以产生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贪欲跟嗔恚，倒也是事实，倒也是事实来的哈。过呢，散乱第二句如何分别呢？同学看一下，散乱是令心易缘。你的心改变所缘，然后呢，吊举就是令心易解哦。OK， 怎么样来了解呢？同学看到吗？易缘，一心易多境，易解一境多解，看到吗？意思就是讲啊，易缘就是一个心啊，不断的有很多境，你不断的改变你的外面那个境。所以呢，如果你是不断易缘，你散乱心的话，就说啊，你突然想哦 ，COVID-19。COVID 完了我要去哪里旅游 ？OK， 然后突然就想，哎呀，惨了，收不到钱。然后突然就想啊，明天要吃什么？同学，这个就易缘了。所以呢，一心一多境，不断的在改变你的那个镜像哈。那吊举就是一境多解了啊。所以呢，吊举就基本上来讲就是啊哈，同样是 COVID-19， 一下又想啊 ，COVID-19 解决不到怎么办？然后一下又在想哦，那钱收不到如何是好？一下又在想哦，政府的应该如何去申请的 PRD， 你都萦绕着哈、哦、整个 COVID-19 的事情来去思考，都在换来换去的，这个就是属于调取来的哈、哦。好，来同学可以抄一抄哈，这个能舍行能藏行藏了，在调取这一边呢，那这个散乱 ，yes 怎么样？嗯，来，师傅，我想问那个行舍其实是什么？行舍啊，那这个是舍心所来的，能藏行舍啊，就让你不能够产生舍心所啊，哈哈哈，舍心所来的行舍哦，舍心所能障碍我们的舍心所，对，你吊举心啊，你就没有办法行舍了的啦，你的心就不能够不偏不倚啊，因为行舍舍心所定义就是你不偏不倚的，不偏袒的，就舍心所的定义啊，记得吗？四无量行的寻慈悲喜舍的舍来的，中舍性那个行舍，对了，就是中舍性。好，来同学可以写一写了，在吊举那边就加这个，然后可以再加这个散乱了哈。同学就直接散乱就在写这边了哈。散乱跟吊举就是
散乱一元，调举一节了，这样子就行了的了。那么呢你不能够记就写一元就一心一多经一啊，杜学，一元呢你就写是散乱，一节就调举啊，抄这一句就够明白了的了。预备好了，一起来看样子好了哈。来，同学，刚刚我们学了一个技巧，就是可以对治得到散乱跟调举的。是什么来的，同学？什么来的？什么来的哈？能量运动啊，对，有人开始讲能量运动。同学，如果你完全记不到啊 ，OK， 刚刚是问问题啊，谁的头脑完全没有反应的？举手一下，你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的，完全联想不到的，有没有？有吗？哈哈，如果联想不到的话，可能你当时啊就是心很散乱，让你完全联想不到。所以同学散乱心情况底下哦，它会让你学什么东西都记不到的，因为你正念已经流失掉了，看到吗？哦，不过同学很多都知道，所以的就晓得哦，啊，它是让能量运动了哈，哦，一个就是叫 Wing Cook Pose 哈，哦，这个就是能量交叉了哈，哦，这样子哈，哦，所以证明同学。你们没有，就是你们散乱调举不太严重了哈。好，来，接着下来我们再看师傅。好，来，你有请。我想请问一下，刚刚师傅教的那些能量跟那个什么孔啊，这一些是啊，是根据科学根据，还是说在佛教里面才有的？嗯，啊，不是在佛教里面有的，这一些能量运动呢？是有一些人呐，啊，哈，他们的身体独特敏感，所以呢，他们发现这些应该算是气功源流了。那么气功源流这一个发明的人，他本身是鬼佬来的，他的老公啊是 PhD in psychology， 所以他们会尝试找一大帮人来做试验，所以呢，他们的这些是有试验有科学根据的。所以呢，有科学根据，那么师傅也希望你自己去好好的试一试啊。你只要五次试到三次试都 OK 的话，就表示这个见效了，将来可以作为你修定之前的前方便了。OK， 如果是像师傅这样子说的话啦，这样这一个所谓的能量气功，应该不止对于我们做禅修有帮助，应该对于我们做不是佛教的人，他其他的方面也是有帮助咯，是不是这样说？对，立文你讲到个重点哦，因为这种没有宗教性质啊，有时候你的家人啊，一听到你佛字开头，他都怕了，对不对？我们就给教他这些东西，对不对啊？教了他用了，哎，他可以心可以平静下来啊。因为呢，我们因为啊，心躁动是现在经常容易出现的事情，尤其 COVID-19 啊，所以很好啊，你这样提起。以后啊，哎，你觉得用得很见效，你有经验，你就教其他的人，因为他都无忌的都，啊，这种东西无忌，没有宗教性质啊，那些人就容易可以学下来了。好，同学，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了哈。好，这个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贪的部分了哈。好，我们看一看了哈。好，所以贪了哈，白法专有哈。好，来，同学，这些是白法明门论专有啊。和贪有关的，
第一个呢是负责，他说啊，于自作罪啊，恐是利欲，你自己做的罪，你自己所造的，你怕是去那个利欲，所以你把它隐藏为信，你把它隐藏起来啊，同学，这个隐藏啊，好，那跟我们之前那个牵令就有点不大一样了，那个是隐藏利益，但是这个呢是做了恶业，你把它隐藏，怕人家哦，怕没有面子哦，恐是利欲哦。他说啊，负罪之后，他说啊，能障不负啊，这个是独特的哈、哦，回脑为业哈、哦、他原回脑者，他说负罪之后必回脑，不安稳固啊。他说、啊、为什么会回脑？这回脑就反正跟调回有点比较有关系。他说啊，你负罪之后是过后啊，你会很懊恼，你不安稳了、啊，哇，你的心老是不安的。他说啊，贪吃二分，这些是贪跟吃都有的。若不惧当苦，负罪者，吃一分是。他说，如果你不，若不惧当苦啊，哈，如果不怕的话，对不对？这个负罪者吃一分是，所以的一分是跟吃有关。啊，若恐是利欲负罪，就贪一分色。所以他讲了，你怕名誉受损的话，是跟贪有关的。啊，那么呢，这边讲不惧当苦负罪者，吃一分所色。他说你不害怕，你不怕苦啊，哈、哦，这个是跟吃有关的，啊、所以这个是跟负有关系的，哈、哦。好、啊，接下来啊，这个是负常过世了，哈、啊。这一个呢是在社论是没有的。好，第二个呢是圆狂啊，狂是指什么？他说、啊。能护利欲，交现有的。他说，你为了保护你的利，你的利益，还有你的名誉啊，交现有的，伪造为信。所以变到啊，你就交现有的，你就装作很懂这样子哈、啊。然后呢，这是有伪造的，这个是属于狂来的哈、啊。那么一般上啊，就是如果做 sales 的人啊，哈啊，你要为了获得那个 sales 啊，啊，你就明明你不是很懂，哎，你装着那个产品很好很好，讲得很好。也讲到自己很好啊，这种就是有诡诈的情形来的啊，这个是属于狂的心所。那白法把它放在贪里面呢，啊，这个就社论就没有提到哦、啊，这个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可以进行自我检讨的哦、啊。然后过呢，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禅呢，禅是什么？他说啊，为往他故啊，交涉意义啊，禅取为信。他说你为了要骗别人、啊、所以呢你就假装了、哦、看到吗、意义、啊哦装模作样这样子来骗他、啊、这个是叫、装模作样，这个是、啊假扮自己好像很有德行这样、啊、所以呢这个三个、哦同学是属于加料来的、哦啊、同学可以抄一抄、哦、负、就是抄这个就行了的了、哦、那狂呢就抄这、也是画线的，然后呢禅呢就抄这三个、哦、同学你可以抄在贪心所的下面那一边、哦、这是加料来的、哦、
预备好了。OK， 多数同学的好了，好，同学，我们今天的课。